这个感觉很好哎。在榴莲园布下天罗地网，守护极品老榴莲，收成了一颗葫芦。祖传摔榴莲土方，百试百灵。你有听到那个声音？哇哦！原来行家都偏爱有皱纹和淤青的果肉。榴莲你就要早放出去。而且更讲究品尝榴莲的黄金半小时。吃了整个舌头跟嘴巴都会麻痹。美食不外乎人情，阿贤人情味，果王也麻痹。听到好麻痹耶。